位在婚纱之二线，横跨火烧旧条大排的西安桥，因为挖井出海口，长期受到海水的影响，造成桥梁的结构受损。在1804年七月份，进行封桥。为了要改善当地交通，官府嘛补助850万，委托公所来办理引导的设计工程。而这桥梁工程是由嘉义兴盛团来协助兴建。一班全新的人世桥，总共开了2700多万。今仔日地方也来举办盛大的通车典礼。位于昆山基二线，跨过火烧旧条大排的大西乡西安桥，因为年久失修，已经封桥一段时间。为了方便民众通行，官府也和大西乡公所配合，加上嘉义兴盛团的协助，今仔日重新兴建完成。馆长赵立新也到场祝福。因为这座人世桥呢，因为咱这较沿海。啊，受到海水的这个侵蚀，吼、哦，甚至牛顿啊，吼、哦，因长久失修，不敷使用。但是嘉义兴盛团透过咱地方啊，做民意代表，啊，乡亲时代来捐钱以后呢，因嘛慷慨解囊，然后诶，2900几万呢，这嘛是无简单呢。为了配合台西特殊的地理环境，嘉义兴盛团理事长蔡万华表示，敢若桥梁的长度就达到43米，当初要调入来也是一个大工程，连所用的水泥也是特别紧的，就是希望会当让民众行车更加安心。因为它是在海边，所以有盐分的迄落，所以我们所用的水泥哦，都是二型耐酸性的水泥。啊，这个有这个5G迄个。毅力量，这五级毅力量的时候，做哩大路迄平面遐，因为40几米，佮加这拖车头，大概要超50米哦。吼，你当这挖角拢当袂过啦。通车典礼上，来了真侪民众和贵宾，共同祝贺这件好代志的完成。因为有了这座新的人世桥，以后一定会让地方更加发展。这个完成对阮地方吼，咱居民的进出会安全也好，交通也好，非常带来非常大的方便呐。啊，非常在这要搁再度感谢嘉义行善团的帮忙，加咱县政府的一个关注啊，谢谢。然后会当顺利，今仔日会当下土通车，啊，互咱所有这个库拉卡吼，伊会当好通行啦，出入方便啦。原本的旧桥西安桥，现在号做人世桥。地方真感谢各界热心的帮忙。有了这座以特殊材料建造的桥梁，交通不但方便，行车也更加安全了。记者陈建华采访报道。